等我啊。嗯。哎呦，没好买这个什么，太大件了吧？不会啊，这样很可爱哎。嗯，同学，迟到了，怎么那么久？嗯，老师等了很久哎，哇，不行，这个同学不乖，老师要处罚你了。同学，这个是老师今天特别准备的情趣保险套抽签筒。嗯，什么？里面什么都有哦，浓情巧克力，高潮迭起，笑傲飞鹰，抽到哪一个都不吃亏。来，抽一个。嗯，哦，同学很会抽哦，笑傲飞鹰，老师带你飞高高。嗯，手伸出来，把手收。哎呦，不乖！啊、不要闹了啦。我现在问你问题，你可以诚实回答我吗？诚实回答。好。小时候的你跟长大的你是同一个人吗？是啊，只是梦想不一样了，看待生命的角度、方式也不一样了。那你宁愿当一个不快乐的人，还是当一只快乐的狗？怎么，这题很难回答吗？认识你之后，我开始想要当一个快乐的人。大家都说我喜欢你，那你喜欢我吗？诚实回答。很难，不喜欢。Thank you.
这是一种自我冲突的状态，心里有双重的意志在拉锯着，很挣扎，很危险。如果你不小心松开手，你就会掉下去。身体湿的容易感冒，我们在这里把衣服弄干了再回去。喝热水，衣服停下就好。谢谢。我的戒指嘞？康明明还在的、啊。会不会在浴室啊？啊，对。啊，在这里。是我先去外面，房间留给你。不用。表现不够好吗？谁跟你讲这个啦？现在几点啊？九点多了，我手机没响吗？我把手机关机了，我想好好迎接我们一起醒来的第一个早上。
不要被任何人打扰。那就等一下再开机了，我们先去吃早餐吧。吃早餐，我要开动了。哎呀，味道。